牛逼，牛逼吧？我这波可以来下路，可以尝试一下。他们刚才交技能。那我走了。漂亮 ，K 头是吧？光明正大的 K 头。没有。来帮我杀他。我是偷偷摸摸的 K 头。来帮我杀他。溜了。我拿个蓝啊。格局大，我蓝，我说什么我不可能给你。你看到没有？你不格局大吗？啊？我格局大，那我难。你不是格局大吗？格局大啊，格局大，十分钟你一个中单抢打野蓝呀！哈哈，我笑死了。第二个蓝就是打野的，好吧？啊，就是中单的，好吧？没事，是的，说是打野那，那是对什么中单啊？那也不是对你这种中单，知道吧？你看，你不格局大吗？你不挺双标吗？我格局再大，那也不是给你这种中单、啊。没事，旭呗，咱不要这蓝，无所谓的，往我这靠啊，能走。中单没闪，蓝刀没有闪现。嗯，我怕我打不过。又太什么线？你 K 的送吗？你这是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好吗？你不是想不想跟我说话？你这明显就是 K 的送，你知道吧？你看我视角了吗？你看我视角了吗？我看了呀。你怎么看了？好，那你说我怎么死的？你说呀。你被他乱杀。杀掉了？那怎么杀的？你说我怎么杀的？怎么死的？全程。我现在没空。你总跟我对话干什么？你老板都不想跟你说话了。牛逼！双杀。你别逞强了，兄弟。听你说话都结巴了。那双杀不是半血吗？又被单杀了，看到了吧？哎，这男刀是真肥啊！男卡萨丁确实打不过男刀，有一说一。我在，你 A 他，哎有眼我不眼看，哎我在，来快，艾克应该在打龙，他应该没空管，笑死我了，那没闪现不给我，牛逼，失误了，双杀，还好，刚才来，不给我回应呢。给我在操作呢，人家也没说爱你，你搞什么我也爱你，哎你不懂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浪漫，讲那么多话干嘛，都被人反超了，我再好好打呀，嘴一直在碎，是的，一直在叫，我超你两个了，能不能行了，两我来了，是大波姐我来了，没别怕，我在框他呀，两个看到没有，上叫什么，我说实话能杀吧，漂亮，你看到这小丑没有，哦不是小法，看到这小丑了吧，我意不到，我意的不准，哦意不准啊，你是不是开挂了，那意不是有 CD 吗，我看我来你一直往后退，讲道理的，我都说前两把，前两把没有赢啊，别忘了这把可是双倍哦，对我都说这把还没结束，我都说这前两把让你的，你还真嘚瑟上了啊，你在狂什么呀男刀啊，装什么逼啊，真又要杀不死你啊，装起来了，这男刀杀你就跟切菜一样，算了，小男刀啊，算了我不怕你啊哥们儿，哎呦别急，哎我被围攻了，你往那边走不就是送吗，我操，你说你老板送兄弟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就是只是习惯性语，不好意思，我想往那走就往那走，你不跟着我走，不帮我打一下那个男刀，你还说我去送，我帮你怎么打男刀呢，我现在没有资格，我是跟着你走，然后男刀从野区去追你，卢锡安，哎，下路有机会啊！姐，我来了，姐。啊！我来了，勾引一下。不再勾引。哎，你没躲过这个蛋！我操，我头又被他妈被他抢了！你玩不玩啊？这怎么能叫 K 啊？能不能别抢了？怎么就不是 K 了？什么叫抢？什么叫抢？抢这是不是抢？你告诉我，来。这叫抢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一起放的技能？我伤害高，没办法。我你伤害高不高的？我操！
我他妈就是抢人头的，知道吧？我伤害高，笑了，跟他妈第一把一样，你知道吧？笑死！哎呀，哎呦！我管你个屌！我这把直接买受击者，伤害低就说是抢人头，我伤害低什么？差八个头了 ，TT。伤害低说抢人头，你叉叉。没事没事，等我受击者好吧？我也不管了，我出啊！你出受击者，你出呗，你出呗，我看你出不出。我肯定要出呀！说抢人头，你叉叉。我打不过谁了？我打不过。你伤害没我高，你抢不过我的，哪里？你看他自己都说他抢的吧，听到没有，他说了吧，是不是抢的，他自己都说了，我抢不过他，抢是抢， K 是 K， 你分不清你叉叉，妈的，还想卖我是吧，妈放夹子了看不见吗，啥眼神，你俩是没死，我死在那了，你卖我是吧 TT，我被人追着打，你看不见吗？我的姐，亲姐。反正我死了，就是你卖我。这里。算了，给他吧。给我。不想给啊。我凭实力拿的。给他，给他。还想抢？来啊，抢我看看。给他。别急，别急，好吧。好，给他。我们一点不急啊。我妈，我就搞不懂了，我操。啊，我去下路守下线哦。那盘盘都给我照死 K 头上的人还叫醒了，我操。我十五个头，我急啥？十五个头怎么了吗？我一波就赶你，你信不信？死吧你，好不好？这波就你死，知道吧？死不死？死了我拿头了，死就死呗。你死不死？我死不死？我凭什么死啊？你死不死？我凭什么死？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。南刀锋，你是他妈是真菜啊！这南刀锋、啊，来告诉我，菜狗。我死不死、那就是啊，你对线个菜狗，我侥幸领先一下，你叫什么，我领你十个头了，你在狗叫什么兄弟啊，十个我一波就杀回来，我抄你话可不多，九个了，你要搞清楚，这九个很少的，没关系的，嗯，没关系的，才九个，加油，难道你想挑战一下我吗，救我！妈的，头都被他 K 了，这人追我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南刀锋他妈的这么会跑吗？这个皮！哎呀，我操！这可不是你 K 的啊！这他妈你 K 的我的？不是，这可不是我 K 的你，这他妈是我点死的！你干嘛了？需要你点吗？你告诉我需不需要你点？需不需要你点？哎，刚才是他妈狗说的救我是吗？需不需要你点？是不是狗说的救我？你帮着他就帮着他吧，你可以吧，你回答我，谁说的救我？姐稳住，我们超他十一个了 ，double 了，这把超了22个了。哎，不是，我真的很瞧不起这种嘴硬的。他喊我救他，然后我就帮他点这个盖伦，然后他说我 K 他头，哎、笑死了，老说 K 吧，我让你 K， K 真的恶心，我 K 头对。真的是你，那哪是吹牛逼啊，你那么千分，你艾克去了，你跟着我了，艾克去了，你死了，我死了，他在草里，你看还开始忽悠人了，开始我看到没有，我死了，都他妈开始在玩心理战了，我操，游戏你看开始玩上心理战了是吧，真的卡卡，你看 T 管你吗，TT， 你能不能看看我的位置啊？我看不到你的位置啊，我看不了你啊！我现在自身难保啊，你懂不懂啊？我也很着急啊，你不是个千分王者吗？让一个白金打的自身难保。我没有让他谁打的自身难保。溜了，21个头了，不推塔。我就是白金的，你就是在欺骗我，知道吧？救命！TT， 看看我啊！我给你个治疗，我给你治疗。不是他在装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想，他我发现这个女的也有点心机，你知道吗？说找个白银的，他是白银的吗？他是白金的吗？你告诉我来。Nice 啊！他是不是白金？他就是个千分王者。你俩不也是一个水平吗？那一个水平，那英雄机制不一样，你这不能怪我，对不对？谁让你选的这个，对吧？谁没逼你、啊？没办法呀。留了，谁也没逼你啊，
杀人多就厉害吗？我不觉得，我觉得就是看手法，你知道吧？手法，你不可能是白人。我们俩玩的是包包局，我们俩不看人头，在这给你看上手法了。我找你来是看你打撸啊撸的手法是吧？我让你在这教我打游戏呢，我点的是教学单啊。我轻敌了，我前面有点轻敌，但是还好吗？现在还好，能接受好吧？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追回来的。你能接受，我不能接受，你能不能快点改？你不敢，你至少看看我位置行不行啊？我在用命改，换一个嘛。来来，打起打，来，不是兄弟，你就别装了。你说实话，你到底什么水平？我说真的，你也别骗我了，好吧？咱们也玩了这么多盘了，是吧？轮到在这儿。对面，说实话，这个中野也不是平常人，我看得出来。怎么说？视野不好。你平时你怎么敢跟我单挑的？蓝美了，妈的！没蓝，没蓝，蓝没有。还好，还好。好吧，还好，还好。我又赶了一个，没事。没帽子，我才发现我帽子没有。靠，买个大帽子。他不是白金的，你要我说几次啊？他真的不是白金的。他不是白金，他就是个千分。你 K 他的头 K 不到吗？你不行，下一局不要玩莉莉亚了。我操！难道为什么总是想找我单挑呢？啊？这个龙好呀、啊，这个风龙好呀、啊，开到有加速，太好了。你告诉我，你难道 K 头是吧？来找我呀、啊？我 K 什么头了？我拼实力单杀他的。哎呦，你 K 头是吧？真的，真有你的。我又 K 头，我什么时候 K 头？是你一直 K 我的头啊，大哥，你干嘛？让他杀，让他杀，让他杀，让他一个头又怎么样呢？什么叫让我一个头啊？我需要他让我一个头吗？对吧，徐呗。我知道，我让他一个，哎，让他一个，让他一个，哎，算了算了，让你一个。我他妈真的有意思，什么叫让我一个啊？哎，让你一个，啊、哎，哪里让我一个了？来，你现在打个人打喂我嘴里，来像我那样，好吧？哎，你别死、啊！操了，烦死了！这他妈的玩什么啊？啊，你看技能都给我，然后他去捡，你让我什么了？让我操！好 K 好 K， 我操！你 K 进去抢他的，谁了？大招抢他的，抢他的呀！我操！哎，你为什么不抢他的呀？我大招够不到那么远。再说一遍，别指挥我打游戏。我没有指挥你，他 K 了我那么多个，那你 K 他一个怎么了？他 K 了你那么多个，你不会 K 他的吗？你一个千分王者 K 不过他。大野魔刀太恶心了！别跟我讲什么手法、啊，我是来看你打撸啊撸手法来了呀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可没有叫、哦。你看他要来抢了，他又要来抢了，他又抢，你看到没有？我抢不过他呀！你们俩一起来的，你们俩一起来的，我抢不过他，我抢不过他。你抢不过他，你玩剑圣抢呀！你不要玩莉莉亚了。我他妈抢不过他，我就不烦死了。嗯，不行了，我的法力我能不能别 K 了，兄弟？你我说实话，你要么就别来了，行不行？我自己可以解决刚才，你非要来。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。你们能不能别跟我笑？死吧你，好吧 ，K K 让你 K。我死无所谓啊，我拿头啊。没有视野啊。哟。Nice。卖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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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他去，让他去，让自己去，我们把他卖一下。直接秒，直接秒。不然没办法。得卖他，不卖他真的玩不了。别管他，别管他呀！为什么不管呀？蓝刀太克我了，我蓝刀太克我，我杀两个了啊！剑姬，他没大，杀他。他比你人漂亮多二十个啦。四十个不是二十个，双倍，好吧，提醒你一下。我赶上一个了，赶上一个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家陪玩说 double 的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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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急好吧。漂亮，哎，远古巨龙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操！远古龙，远古龙，远古巨龙，烦死了！这样的竞技他在干嘛呀？他为什么要野 K 啊？我真的烦这些 K 头怪呀、啊！这陪伴真的，我操！你这把能 K？ 你开局跟人家叫嚣 double， 现在你给我来一句让他们赢一把，怎么啦、哎？你不知道我玩的是什么局吗？不是，哎，他真的
太能 K 了。这时候你发挥上好兄弟了，让一把怎么了？他让个屁呀、啊！他，哎呀，我被沉默了，不然我这波可以拿好几个头了。我被干成沉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被干成沉默了，不然我这波起码可以上三个。超了21个，乘以二42个 ，double kill。对吗？你专心打游戏，他比你多20个头，你专心打游戏。我真的在专心打、啊，我，哎，我顾不到你，你知道吧？我在想怎么，哎，有点急。你现在才知道急，他比你都多22个了，你才知道急。伤害好高啊！又给我一个人卖了，你走了是吧？然后回来我死了，你回来 K 他。你看到没有啊？我把人都打残了，他全 K 了。那你跑什么呀？你前面跑什么呀？我没有跑，我在拉扯，我在拉扯。你没有跑，你给我自己扔在那，我死在那了，然后你回头了。什么都抢，什么都抢，你他妈玩不玩啊？啊！我。别吵！你看到没有？我就问你看到没有？这波是不是我可以把他们都杀掉的？他他妈！上来一下全抢了，哎呀，40个头，哎呀，你呢？哎呀妈，哎呀呀，妈的，真的烦我操！我没吵啊，你没看到吗？你看到没有？我是不是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？他过来给我全捡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仙人指路，算一下，结账去结账。